小时候做过什么非主流的事情吗？就是弄那种很奇怪的个性签名什么的，徘徊呀、等待呀、回眸啊。上学背书包啊，挂这儿，就是包不是背在这儿吗？我就挂胳膊肘上，然后就掉到腿那儿。衣服必须穿巨大，四个 oversize， 袖子在这儿能，就是那袖子能。看到这样的男生，心里的话是：我一边打下去。那会儿还流行叫暴走鞋，你们知道吗？哦，我知道，就是两轮的那种。他把两根鞋跟这样啪啪一敲，就会有两个轮子出来。对。然后上学的时候走路都不走路了，就是滑，擦。而且那会儿我们不光滑，我们还有可能会插着兜滑。哦，就是他这种。我想知道旁边有女生吗？肯定有女生。必须的，没有女生没有都不滑，我的脖子收起来。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更勇于表达自己？就是零后，他们可能更 real， 更加的放松了，而且他们不会说太压抑自己的情绪。我生气了，我当时就讲出来，当时的情绪我当时抒发，更放松。对，因为我和杜华姐一样，我们都是80后啊。对，80初。因为我们那代，甚至我们的父母，几乎是从一个由零开始，到慢慢积累。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出生有了更多的底气去应对这个社会给到他们的一些压力也好啊，意外的状况也好，但是也要给他们一个提醒，人生有些人说不管怎么样我开心就好，这是有大前提的，你的开心是建立在你不要去伤害爱你的人的基础之上。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我相信大家都会特别尊重，因为如果年轻人有个性有力量，那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一定是有希望的。